在咱们要去做这个 o 值步测调参时候啊，嗯，刚才说了，就是我们不能啊，就是一次去调节所有参数，这样呢，要调节种类啊太多了。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这样，就是固定其他参数不变，去调节啊某一些参数。那你说某一些，我是挑一个，还是挑两个，还是挑三个？这样、啊，咱们都是这样的策略，就是，诶、哎，比如说你选择了一组初始参数之后，你发现啊这些参数当中，有些参数是控制着模型的复杂程度的，有些参数呢是控制采样策略的，有些参数啊是控制你的学习率的。那这些啊，是不是说他们控制的东西不一样啊？ 那我们也就可以啊分组的来去做这样一个事情。要分组去做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有分了五部分。第一部分来说啊，就是我选择一组初始的参数。初始参数啊，咱们刚才视频给出来了，有这样的一个初始的参数。然后初始参数做完之后，咱们接下来就是要一部分一部分去调吧。啊，我们一个来看一下。第二次调是什么？第二次我要调的就是数模型的一个复杂程度。 在这里呢，主要这两个参数啊来控制着树模型的复杂程度，一个是深度，一个是啊节点的一个权重的一个和。用这两个值啊可以控制这树模型吧。所以说第二步啊，我想观察的就是说树模型是应该复杂一些还是应该简单一些，对我最终的结果啊它能够更好一些。这个就是我的第二步。然后第三步呢，第三步啊就调节这个伽姆值。伽姆值啊相当于什么？我的一次分裂。 至少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才能去做这样的一个分裂任务吧？这个 g 姆值啊，也是我们可以自己啊来进行指定的。所以说呢，第三步啊，去调节的是这个 g 姆值。g a 值呢，也可以啊降低我模型过拟合的一个问题的。 然后第四步啊，第四步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一个采样的策略吧。那采样策略当中，就是我们可以按行，也可以按列，都可以去选吧。所以说啊，我们把它又做成一个组合。在第四步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保证，比如说第二步和第三步啊，我已经找到了最合适的两个参数分别是什么了。那我第二步和第三步啊我就固定下来了，相当于是他们就用那个。 最合适的参数就可以了，用之前调好最好的，我保持不变。然后呢，我去调节这个第四步，看一下我的一个第四步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值啊，它是比较合适的。这是我第四步调节我的一个采样策略，然后最后啊就剩下这样一个第五步了。第五步的时候啊，咱们还差什么？ 还差一个学习率吧。说是学习率啊，其实上就是一个数模型，我用它的一个百分之多少来加到我前面的一轮当中，这个意思。所以说啊，现在啊，咱们就是这样几步走，分这样几步走的时候啊，我们就来看一下，嗯，对于不同的一个参数值，对我结果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然后这块儿、啊，首先啊，我先指定了一个 c h a r g e b o o s t 的一个类，指定一个类的原因在于什么？ 因为一会儿啊，我们要构造的模型的一个个数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说就是你每次去构造，然后构造的时候你需要在干什么？先去训练，然后再去做预测，是吧？有就是这些事儿啊都会用到。那你说你都用这些事儿啊，你封装成一个类是不是方便一些？啊？相当于啊写了一个帮助的一个类，在这个类当中啊，其实可以看一下，就是首先来说啊，就是在这里我们调了一些默认参数。 默认参数当中啊，就是指定了我们当前要不要打印信息值，然后呢，随机种子是什么，以及啊，咱们当前的一个损失函数应该用什么来去指定，相当于就是所有模型啊，这些参数就是有一些参数啊都是固定的，比如说随机种子你会变吗？永远都不会变的，因为咱们要来衡量它的结果嘛，随机的都是就是相同一种随机，然后目标函数要变吗？目标函数也不需要变啊，是吧？所以说要不要打印值也都固定下来了，这里咱们不打印啊，因为这可。 打印值看起来就一长串一长串，哇，太多了，所以说看着就比较这个臃，就是比较臃肿，所以说啊就不打印这个值。然后呢，咱们就是先固定啊这些不会变的东西，相当于啊这是一个初始化一个参数吧。所有的模型啊都会初始化这样一个参数。然后呢，一个 fit 函数啊，你看 fit 函数里做了什么事儿啊？把我的 x 和我的 y 啊先做成一个 d m a t r i x 格式。 然后呢，用我当前的一个参数啊，去训练我的一个数据集啊，这就可以了。你看一会儿啊，咱们需要往里传参数的，用当前这个参数啊，去训练我的一个嗯差距铺子模型啊，这就可以了。 然后呢 p r o d u c t 我去预测一下，预测也是一样吧，我也给它写成啊这样的一个函数，交叉验证是不是也是一样的？然后画一些图啊，然后得到返回参数，这些啊都是一致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啊，就是可以把我需要的一些，就是常用的，一会儿你要建模都会用到的，写成一个帮助类，这样呢，一会儿啊，咱们在建模的时候啊，嗯，就相对来说啊比较方便一些啊，是做这样一个事儿。 然后呢，在这里啊，咱们就来看吧。在这里，我就是，嗯，指定了几个衡量标准。衡量标准来说啊，咱们这块就是有一个，这是什么？这是衡量标准，跟之前一样的，这个我就不说了。然后接下来我要去做，就是当前啊，我们的一个基准模型，基准模型已经做完了，这个我们也不说了。然后咱们来看，直接看第一步吧。第一步是什么？啊，第一步咱们刚才说基准模型啊，这块第一步就是我的基准模型，这块应该这样的基准模型。 基本模型刚才已经看完了，这个咱就不看了，一千二百一十八那个东西。然后第二步是什么？第二步要看的就是，嗯、呃，树的一个复杂程度对我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影响。然后呢，我先去调它，啊，因为树的一个模型啊，在我兰易觉上，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的复杂程度啊可能比较大的。这又出又弹广告了。 哇！现在这个现在这个广告，我跟你说，真狠呐、啊！这个广告关你都关不上，你必须点进去。你看，你不点进去啊，它根本都不让你关。和这个东西，现在就是我一看广告，我、哦、这个、广告全是这样：开局一把刀，装备全靠抢；开局只是个小官儿，怎么发展全靠你自己。这些广告，我天，一天天能我弹出一百多颗。然后其实啊，我真想好好谢，我就想看看这个网页游戏啊，弹这个广告说的这么牛逼，到底玩起来什么样子？但是一直也没时间啊，玩去玩。 这个事儿，然后现在我看就是几大供应商啊，就是什么呃，这个小米、网易、腾讯，他们出都在出这个吃鸡手游吧。 基本上是同算是同一个时间点吧。小米先出的，网易第二天出了，腾讯可能今天也要出这个东西。他们都抢着去出这个吃鸡的手游、啊，这个东西也是蛮有意思啊。看游戏火了，这几个人啊，他们都是都是这样，谁先做出来，谁能捞第一笔钱嘛。然后我大概看了网上几个介绍，其实我想去玩一玩，但是一直也没时没时间去下。我但我感觉应该都是类似的一个操作、啊，我还比较感兴趣。对这些手游来说，嗯，不说这事儿、啊、咱们来说调啊，咱们扯这块儿了。 然后对于这个差距步子来说啊，在这块儿是不是我要调节第一个东西啊，树的一个节点是节点的一个深度和我节点的一个权重值吧？那在这里啊，咱们来看，就是首先啊，需要指定的就是最大的一个深度，在最大的一个深度当中啊，我们需要指定成多少啊？一般我们认为啊，就是哎呀，这个你也别事太大，也不能太小。你说三层以下的树。 嗯，建的多嘛，建的不多吧，三层以下太少了，所以说我们从四开始啊，最少是四层，最多是九层啊，先做这样一个事儿来看一下。 然后呢，咱们节点的一个权重项，相当于啊，就是树的一个停止策略嘛。这个啊，我们也指定个值。这个值啊，也没有太多固定的说法，咱们随便啊，拿出来几个值来试一下。那这里我们来看，当我们去试的时候，这一块是有就是树深度啊，它是有五个候选值的。然后呢，这个就是我的树的什么？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正则化的一个呃，就是指定的一个限制标准，是有三个值的。那你说你接下来一共是有要建立多少模型？ 五乘上三，一共要建立十五个模型吧？哇，那你说你要建立十五个模型，你需要多长时间啊？这个时间就多了。那不单单是十五个模型吗？咱们不要忘了一点，还有什么？还有交叉验证啊！交叉验证你要做个三折的，那就十五乘三得四十五啊。所以就是跟大家说了，为什么说呀、啊？咱们就是两个两个调或者一个一个调，因为啊，咱们这个迭代的一个时间来说啊，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 这个还是一个比较简单数据集啊，我们去做的时候可能感觉，哎，等一个半个小时是比较容易一件事儿。那你说你构造四十五个模型，如果说每一个模型都需要一个小时呢，那就四十五个小时啊，两天啊，这个时间啊就太长了。那这只是四十五啊，你要五的五次方啊，这咱还没算呢，是吧？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 S K 六当中啊有个 g r、er、斯 C V，所以说呢，我把我的交叉验证啊拿过来，然后呢，里边传进来的就是我的一些基本参数，还有呢，我的一个交叉验证，还有我评估的一个标准，这就是我的一个基础模型啊怎么去做的，然后啊就可以得到当前的一个结果值了。在当前的结果值当中，我看啊、呃、花多长时间？花了三十分钟啊！我天，这个时间还蛮长的。 然后大家执行啊，估计跟我时间也差不多，这块可能稍微得等一等啊，或者说如果说你不想等啊，只想去看一下效果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参数啊写的小一些，交叉验证啊，写个三，这样咱们速度是不是就快起来了？可以做这样一个事情、啊、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吧，就是平均的一个结果吧，啊、嗯，这个平均结果来说，它这个。 就是 S K 链当中啊，这个就是什么？它的 cross C V 啊，返回的在差值步骤当中啊，返回是个负值。它的原因啊，就是其实上咱们这么想，就是负值，咱们就把负号不看了。老外思维啊，跟咱们不一样，他们认为啊，就是负值哎朝着一个零方向去前进比较合适的。咱们的思维就是一个正数朝着零的方向前进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这个思维不一样，但是不影响、啊，咱们就按照正数去看、啊，不认为它是一个负数。 然后最好的一次、啊，咱们来看吧。一开始就是一千二百四十三对应这一组参数吧。 后面啊，就是一点点结果，随着你的一个参数的变化，咱们结果也发生一些变化吧。那最好的一次啊，接打印出来了？最好的一次的结果就是最大深度是等于八的，然后最小的一个权重数啊等于六的。这样呢，我就得到了我的第一个结果啊，相当于是把咱们、啊、当前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损失值给它得出来了。一开始啊，它的一个损失值是等于一千一百八十七的啊，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值。 那接下来啊，咱们就来看吧。这里说，你说你交叉验证选择出来了一个核税值，那是不是说我们接下来再用这个核税值啊，就可以了？就是我们当前得到的一个结果啊，在我的一个模型法程中当中，哎呀，我们知道了，当前网格搜索格斯是 CV，这不就是一个网格搜索吗？在网格搜索当中啊，我最大的一个深度是什么？然后建全数什么？对应的一个损失等于什么？这样、啊、就是说我得到了当前的一个结果。 得到当前结果之后啊，这块我就是我还可以把当前结果啊给它画出来，画成啊咱们非常简单的一个热度图的形式。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热度图形、热度图的形式当中啊，就是 X 轴和 Y 轴啊分别代代表着我两个候选的一个参数啊。然后在我候选的这个参数当中啊，我就是看了一下我节点的一个权重项和我最大的一个深度不同的情况下，哎呀，对应的值是多少？ 然后呢，越浅的一个颜色对应的值是越大的，越呃这这这不也不是最浅最深吧，就是不同颜色的差异吧。这周图画的可能来说颜色可能跟大家喜好标准不一样啊、哦，大家喜欢用什么颜色，到时候再用一些自己喜欢颜色吧。然后我们看就是说看吧，就是说对于这种最绿的颜色，然后我们得到存值最小的吧。所以说啊，接下来我用哪块？接下来我就用最绿的这块，最绿的这块它对应着一个。 参数值啊是等于什么的，我就用这个参数值啊得到一个结果就可以了。 所以说，在这里啊，我们通过一个网格搜索的结果看到了，咱们改了这两个数的一个复杂程度啊，会使得我们的模型啊效果发生一个提升吧。虽然说提升提升怎么样？提升其实差异还蛮大的吧。从一个一千二百二十四提到一千一百八十七，这个结果啊差异还是蛮大的。所以说，这个参数啊也是当我们在用差距步子当中啊，基本上是一个必选，而且上通常情况下都是第一个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第一个，我们对比了一下什么样的一个复杂程度啊数。 的复杂程度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参数值。